全肤质都适用，质地非常的扎实，控油去角质，一瓶抵两瓶。洗完脸有没有发现到？夏天是冬天出油的三倍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呢，就是颜尼斯的双效泥膜，质地非常的扎实，高纯浓度的活性炭，它可以控油去角质。这里到这里两侧下巴一定要给它加强，然后厚敷，还有一些微小颗粒。我这边呢有三款的他牌的泥膜，第一这个牌子纯去角质的颜尼斯双效合一，第二个纯火山泥膜单一成分，但是它就没有双效的功能，第三个白泥膜，泥膜弄错了让你皮肤非常的干，有双效合一就是弄完就是直接上天堂的概念。你们看到它延展性非常的好，玩身体也可以。我建议大家在用这之前的时候呢，也有说你可以用温水冲一下，它那个效果会更棒。所有的泥膜它只需要两个礼拜一到两次就好了。来，手试试看，轻轻的去按摩它，不会觉得说非常的负担。我洗完脸有没有发现到？皮肤变得非常的光亮，皮肤呢，你可以明显感觉到非常的不干，不会觉得我的脸有点崩，不会。颜尼斯真的就是用 SPA 店延伸出来的一个大品牌，所以呢，等于是说它是最了解人肤质的一个保养品牌，一瓶抵两瓶，全肤质都适用，强效的控油、吸油、纯净的一个泥膜，我真的觉得很棒。